啊，屏东南方之音 FM 89.3，以上咱只电台呢，啊来甲咱做着即个联合的报送。另外，伫咱即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页，有完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吼。好来，感谢。好来，感谢啊！即马就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1年9月初7，今仔日是礼拜二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即透早时啊，依然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吼，即温度也不止啊悬。啊，咱即个着做过道过了后，局部所在中南部有较大雨势发生，啊，包括着即个山区啦吼，拢有即个较大的即个雷阵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走到8月初1，啊，若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6度到34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台中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晚就来甲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甲看新闻。那咱首先吼，嘛是来甲报这个今仔日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上新的情形吼。今仔日呢，中央流行疫情记者会吼，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有来公布吼，今仔日新增加12名，诶，武汉肺炎，诶，确诊者分别吼8名是本土4名境外移入，啊，另外确诊的个案当中无新增加死亡的人，啊，指挥中心有咧讲讲今仔日新增加8名诶本土案件，1名男性，7名女性，年岁伫4岁到50几岁吼，啊，发病时间伫9月初1到9月初5，个案分布新北7人、台北7人啦吼。啊，那今仔日新增加4名，即境外移入吼，3名男性，1名女性，年岁伫10几岁到40几岁，啊，分别来自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啊赖索托吼。啊，即几个国家来移入的吼，啊，以上甲咱听众朋友做报告吼。嗯，即马较注意的是即个校园的即个感染啦。今仔中昼看新闻吼，讲即个校园的感染在恐惊，即毋知冻会好势啊未吼？即学校咱迄阵啊，都讲讲开学了后呢，就是考验的开始吼。即校园的感染，即希望拢控制落来啦吼。吼，无即看囡仔啦，着病咱看着嘛艰苦噶，吼，对不对？囡仔佫隔离咧，佫治疗啦，甚物种种。尤其新北这间幼稚园哦，这可能会扩大了对啦，因为哦，这八个囡哦，拢钓钓嘛吼，对啊，那个一个家长嘛较紧啊嘛，对不对？这今仔讲的话出来了，对啦，啊这但是中嘛是讲真烦恼，这波校园的群聚吼。好，啊，这个学校啊，听讲开始要拍迄个了，做要住五公尺啊，开始要住啊，12岁以上的啦吼。好，啊，希望拢控制好势吼，啊，天佑台湾啦吼，来。来，大官，当伊上课尔呢？对，当上课无几工呢吼，啊，这吼，这实在是有哪，这应该是未上课之前就念掉吧？唔知影呢，但是可能比较紧。但是你像幼儿园，迄讲是老师画落去的，老师画学生啊，学生啊，吼，啊拢囡仔呢，迄八个囡仔呢，吼。然后啊，这咱就是继续，甲观察落去吼，啊，同款哈。该煮乌龙虾，咱就爱来煮乌龙虾，煮的啦吼，莫讲有迄个不爱煮的啦，啥物种种安尼，煮乌龙虾对家己啊，对边啊人拢是一种保护啦吼。好，来好，感谢啊，来，咱今仔去要甲听众朋友报一件好消息吼，就是日本第四批送咱的迄个 A G 的乌龙虾24000只，这今仔去透早吼啊，伫应该是下晡啦吼，1:30吼，1:03。已经运送来到咱台湾的国际机场吼，啊，日本这个关键的四批和台湾的 A G 的疫苗，全部拄好340万啦吼，啊，这也当讲吼，啊，世界各国赠送给咱的吼，就是上济一个国家吼，美国大概200几万，200几万吼，啊，尤其咱下早有去吼报道这个波兰吼送咱吼，诶，40万，40万啊，40万啊，40万啊。
四十万啊，四万万袂记钱啦。哦，记得做好安尼是袂记钱。啊，应该是四十万啦。无啦，波兰迄免小家记啊啦。我即摆都唔是要讲迄哩。叫强威啊虾者，怎啊叫？我就伫遐讲，美国含人日本嘛，送咱足济呢。啊，毋捌看吼，强威甲迄个日本强海安怎啦？啊，甲美国强海安怎嘛？无听过呢。无啦，啊，咱美国含日本嘛，免讲因为安尼讲啊，歹势吼，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哦，啊，安怎样啊？讲较有诶无呢？无啦，波兰外交部长来跳出来解说一堆啦。无啦，伊毋是疫苗问题，伊是讲咱台湾是一个科技进步诶国家。系啦，我讲一句话，尔强辉也就搁咧起笑啊。嗯嗯，我白加啊，真正有影吼，即强辉啊，好啦。啊，当然，我那说多谢啦，说多谢啦。咱有咱要甲咱斗相共，咱拢吼非常甘心诶啦。啊，当然，今仔日咧即个下晡诶记者会吼，陈时中部长我若专工伫节目当中。来甲日本政府吼，说多谢吼。啊，日本政府送咱的这个 A G 的疫苗，分别是6月初是124万，4万剂吼，124万剂吼。啊，7月初8113万剂，7月1597万剂吼。啊，甲包括这道吼64000剂吼，总共多好340万过4000剂吼，来赠送给咱台湾安尼啦吼。是，感谢日本啦吼。啊，是同款迄句话啦，迄个顶日啊拜六的时阵有讲着，日本拢送咱上界济嘛，对不对吼？啊，哦，咱这个 A D 咧住的迄个了做住的人愈来愈济安尼。啊，这个要甲日本说多谢，咱也唔知即马要用啥讲感谢啦吼。即个唯一的办法就是甲钓鱼台都送给日本来就好啦。你实在是受因日本人的甘心啦，讲吼台湾实在对日本实在太好，因咧困难的时阵吼，台湾上下相对回报啦，迄无要紧啦，上来上去啦，对不对吼？好啦，相反拢就是讲咱体会中国去，拢唔在乎倒去啦，中国人佫歹到要死，佫想要逐家咧要甲吞食落去，安尼吞食落北来入去，安尼只飞机真敢去飞呢？大家嘛咧飞，啊个愈飞愈侪只，愈侪只。所以白白咧救人，就唔通救救虫，唔通讲救人啊！你听我吼，古代话讲一句，讲管救虫唔救人啊，救人都无功劳，但是救你不一定啊。对啦对啦，救你。哦，安尼，哦，所以一个月警察都查一只。对对对。哦，啊，对中国，咱赚的钱敢未比日本较少嘛？应该未吧？哦，对不对？哦，即摆应该中国若发生啥物代志，台湾人可能就过三过钱愈来愈少啦。哦，台湾人即慢慢啊看清楚中国人的真面目啊！吼，好啦好，啊，这是中国个话多吼，伊都傲怀嘛吼。啊，世界各国若是想要赚中国的钱，都话多，伊就会继续因为伊伫傲怀落去安尼吼。等甲全世界拢甲中国断掉经贸关系，安尼中国就傲怀无落来啊！吼，你不可能嘞！我当然我嘛知影无可能啊，啊就慢慢啊等啊吼。好啦，来感谢，0800-0500-0600，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大家来。来，另外咱来甲看一篇吼，我感觉伫这个世界各国吼，诶国家也是政治人物了对啊。只要呐，因为中国跳出来挺咱台湾的吼，咱应该拢爱吼非常的甲伊说多谢。因为是安怎我讲一句话呢？因为中国和台湾相比起来啦，世界所有的国家甲政治人物，大家都知影讲吼，敬中国比敬台湾较大地啦，比中国有利益。嘛，叫做有利就对了。市场啊大啊，市场叫做大吼。啊，而且啊，跟台湾是无利益的啊，无利益的。然后咱是，对不对哦？甲税多些呢，税多少些，靠大个税多少多些。啊，你讲生意买吼？啊，你看中国看，你看我大。哎呀，足大啊！啊，你若讲要生意买，咱输人舔舔的，人中国清仓一升落买嘛，较赢咱台湾一国。啊，尤其咱今仔日看到美国吼，这个情啊，这个。国务卿就对潘皮奥吼，真正有够甘心的啦。咱会当讲伊都落台啊，其实伊免管遐济啊啦。嗯、但是嘛，佮处处讲话咧停台湾吼，咱这边甲听看嘛。潘皮奥呼吁美国就对啊啦，爱永远甲台湾徛做伙啦吼。
中国解放军伫即个初五又阁派出了15处的即个军机扰乱台湾，啊，引起了美国这方面的即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的正关心。美国前国务卿潘皮奥伊有咧呼吁啦，美国应该爱甲台湾徛做伙，来支持自由。美国呢，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啦，海洛提，伊嘛是经咧讲啦，讲阿富汗沦陷了后，中国共匪甲其他吼啊，甲伊其他敌对的人就对啦，将个思想吼来试探着美国的决心。所以拜登政府应该提出更加强硬的态度就对啦，来阻挡和外来的侵略，根据国防部即时军事动态。啊，表示咧讲啦，讲中国嘅解放军初五今日派了19处嘅军机来到吼咱台湾嘅防空识别区，创下了今年单工扰乱台湾，而即个次数第四者嘅记录，其中14处吼是啊战斗机，啊即处而即个共匪嘅扰乱就对啦，虽然无超越过台湾海峡嘅中线。但是，同款引起了美国吼啊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关心。潘皮奥伫初五去伫伊的这个网络铺了一篇文章吼，来啊转发就对啦吼啊转发讲这个啊中匪的军机来这个扰乱台湾的新闻，啊向外界来发话强调讲美国必须要永远甲台湾徛做伙来支持自由。潘皮奥主持的推动美国的价值。啊，甲政治行动委员会9月7日嘛，伫伊个网络顶面有来打出一张美国甲中华民国国旗排做伙个图片，并且放上即个美国甲台湾徛做伙个字句，坚定来支持台湾。嗯，潘皮奥即马算无职务啊嘛？好，潘皮奥即马算无职务啊，算下任个国务卿嘛。好啦，等后一届选举，看黄皮哦出来选未，或者是川普又搁要东山再起吼，要搁出来选嘛，无得卡，咱还搁看卖啊啦。啊，但是呢，对台湾尽量安尼啦，打台湾出来就好，茫搁打一旗啊。你搁在你讲这個，啊，你搁打一旗啊。我头个想法想了有够准。唔啦，你打一旗要就错啦。啊，你旗要打来，搁用台湾，用台湾的名咧，你称呼台湾的。我知啊，啊，你搁打一旗旗啊咧，我就错乱去啊，对不对？迄旗啊，当时变台湾的国旗，我也唔知影，也无经过公投啦，对不对？台湾唔是一个民主自由，而且是公投的迄个国家嘛，对不对？啊，咱啊未真正让人民去认同迄旗旗啊。是讲即马时间一个久差不多认同了，政治人不像你安尼啦。时间一个久，伊旗啊就真正会变国旗。但是啊，我头拄心肝就想讲，你可能讲这個，真的啊，真正我袂爱骗，我唔讲我爱笑。对啊，好啦，啊，伊旗啊要用就用啦，无啥。我听着，原来讲个旗啊，囥中华民国的旗啊，我就是讲，阿星个头拄也去讲。啊，咱这个高将时，咱这个西头看到变袂起，就无道理咧。啊，人少年啊，其实对伊旗啊已经无遐反感嘛。啊，取攻台湾哩。啊，取。啊，全拢讲台湾，啊，对伊旗啊，啊，美国嘛是咧错乱，对，拢咧错乱对啦。好，来我记啦，只要听台湾的言论，咱拢甲因说多谢，拢好啦。真正是有影心事对啦。有，咱拢都笑话甲看，甲听就好啦。对啦，好，啊，伊旗旗啊啦，以后啦变成国旗的话，我话你讲，自然得啦，中华民国也变国号啦。啊，就安尼慢慢啊，一直渐慢慢啊无去嘛。哦，咱咧较早坚持的路线啥种种，就渐无去，啊，不要紧。只要台湾卖叫中国吞以为完结啦，哈！我是讲潘皮哦，因咧，伊头先咧讲，即旗啊插伫啊，伫咧讲话啊，啊吹讲台湾啊，伊边啊一支中华民国国旗，咱美国国旗扛做伙，对不对？吼，安尼，因敢袂想啊，一支都不共嘞，敢袂想咱想安尼啊？因分袂清啦，因分袂清楚吼。因就敢知影讲中华民国，你也当念台湾啦，啊，台湾你也当念中华民国啦，啊，迄支旗啊就是代表台湾，代表中华民国。你旗啊，较早是伫迄落联合国个，但即有即支。是啊，呢，较早有啦，对啦，好啦，我紧啦，叫挖出来，叫挖出来咧，唔能够坚持啊，坚持啊，真正是还是过不了。我感觉咱咧坚持尔，无需要，对啦，无需要，这啦，那政治人感觉安尼，啥就是安尼，就是好嘛，吼，啊无咱也无比人较牛啊啦，是啊，不是吼。啊，美国讲，伊也未感觉讲啊，这企业靠腰，谈呢，吼，未讲啦，啊，人美国都不讲啊啦，咱就渐渐落啊。对，有影对啦，哈，好来感谢。0800-0500-6688
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嗯。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稍等下，两面再搁倒转来，感谢。謝謝你好，你好啊，拍摄，咱请教蔡女士啊，蔡小姐，蔡小姐吼，拍摄拍摄嘿，阿公你食咱的迄个许多山公食了未歹，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嘿，对，因为我哈进前九十几年，医生就叫我爱开刀，啊，我伊无开刀，好，我子宫肌瘤哈，子宫肌瘤，啊，我坑伊坑坑个坑个，当阵我四月开始叫恁的会哈，我开始食。食到七月的时阵哈，就是我肌瘤大概就是我倒流讲，护士得撑袂落啊。好好好，啊，我甲开刀。开刀。嘿，七月的时阵我甲开刀。嘿嘿。啊，开刀了哈，我回来我嘛阁继续叫恁来回家。嘿，是。哈，啊，食到即马哈，我拢无食开刀了，拢无食保养品。补品，补品拢无食，人讲会食食鱼，食啥物迄落迄顶补啥物迄个，食我拢无。啊，我家食咱个许多山俩。啊你四月份迄阵开始甲咱叫的时候，迄个时阵咧子宫肌瘤偌大？迄阵？迄阵甲哈甲一个迄落一个迄落垒球得大。哇哦，像垒球遐大粒无？嘿，甲我唔敢开刀，因为我刀啊挂哈。嗯。我唔在贴，啊，个我个肝不愈合，伤口不愈合，是，所以我就唔，迄阵唔敢开刀，就一直会啃，啊，因为我下半身都不知道痛，安尼哦，嘿，都没知觉啦，因为我是残障人士，跟我倒流讲，是，啊，开刀了就是讲吼，我吼，迄阵头发都白的，嘿，啊。伊到今麦佫感谢恁，我头发拢翻乌啊！哦，啊你意思为了安尼，我了解迄个咱蔡小姐的意思，就是讲原本拢甲藏咧就对啦。嘿，啊，藏到已经无法大，无开这个刀袂使。嘿，哦，啊你开刀了，拢无食任何补品。无食任何补品。哦，都在咱许多山安尼咧做保养就对。嘿，我到今麦吼，我就是袂去感。较袂感冒，较免疫力，有免疫力。像我，因为我疼吼，规暗吼困的时阵吼，我迄落搭配啊，我拢是爱先掀开，规个掀开，啊来再来冰心吼。安尼是毋是讲容易感冒？可是我都没有。我拢无吼。哎，我只食恁的。你的产品哈，我的身体状况真的是很好。哇，真好真好。嘿，跟像我哈大小便没办法控制，所以我排便哈以前哈爱四五天。是。哈，家己屙甲屙有。哦。可是即摆无啊，即摆逐天就爱排便一次。哇，加顺序了对啦，还是加顺序了对。对。好，安尼简单讲就是讲。咱蔡小姐，你就是迄个叫做子宫肌瘤的问题啦。我原本你都想讲不爱开刀嘛。嘿，个就是可能去刚阵就是已经大了，然后我那个可能也更年期啦。哦，是。那一些症状哈，都很严重，就是了。嘿。阿即马开刀完了，到目前为止，阿咱许多山安尼食安尼咧做保养啊，感觉你真满意的对。嘿，对。哦，很感谢你。无，卖讲咧，我来感谢你哈。阿哥，哥好啊，你好，阿你。未感冒吼，安尼我就过落去啊。而且食咱许多山太侪朋友拢讲，伊迄个感冒的次数减少，我甚至都拢无啊吼。对，因为我脚又不方便吼，已经是迄落山，迄落水，好，迄落水泡，嘿，啊水泡拢水刚好迄落同比的大哦。安尼哦，嘿，刚换季的时候都长。哦，啊，可是吃了你们的那个许多山哈。我水泡不长了，哦，安尼哦，然后那个以前长的地方哈，就变太高，你知道无？嘿，就皮粗粗，啊，个看起来个太高诶。现在哈皮肤都哈鼓溜鼓溜啊。安尼哦，安尼真好真好哇，你恭喜哈。好，安尼蔡小姐，咱个继续保养哦哈。好，啊，老人问再替我安尼讲，到介绍者。感谢你，感谢，好，谢。好啦，再感谢乡亲时代收听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广告时间就对了，要来介绍咱圣山公司的产品许多山家产品就对。咱人若是有辛苦病痛吼，绝对第一时间爱找病医。咱一只
甲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病因为先就对了。新冠病天你若无找病因去做检查哦，你唔知迄个毛病是为倒来的对。甚至我中落户啦，哦，包括就我这个你看袂到血筋的问题，什么这种问题，拢总爱找病因啦。找病因做严格检查了，知影讲你的病态是伫倒，医生开药你食，一定爱食。我想咱蔡小姐这个例就是足古怪，就是讲伊本来就是身体不好嘛，吼、哦，一般性就是问题啊，安尼吼，安尼啊，啊个生子宫瘤，一定爱开刀，迄无开刀绝对袂使，迄是愈大粒病伊都食了，但是开刀会进前个中间开始食咱的产品，他都我讲我足清楚，直接甲咱提出报告，咱现在国是产品，特地咱去甲服用啦，咱公司病医看，病医要食，现在公司做辅助。身体上绝对健康吼，感谢吼。有任何不了解，你当拍电话过来，甲咱做详细询问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是非常的感谢，0800-0500-668吼，这是咱中国民付费的计费专线电话。来，咱即马一组呢，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还有提供济精品，要让朋友做挑选。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台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旅行的电风，你要个经蒙特焦，热天也无摊啊一领，经平底锅一支，经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个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30粒，拢会用一路，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呢，啊，这个五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罐以外，咱赶快有提供济精品，要让朋友做挑选。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316保温杯一支，你要个经白沙湾起哥一条，经潘王潘泽半打，你要经无凡子的洗头毛巾一罐，经清净海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当。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0800-0500-668吼，这支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非常的感谢吼，接下来要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是咱板桥杨小姐来点播巧玉演唱的歌《女人的一生》。女人的一生
也甜。我的人，我的心，全拢交乎你。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啊，想你最爱的彼个你，望你回来伊阮身边。我的人，我的心，全拢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送回服务产品甲赠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好，来继续，咱个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接落来咱要甲报道一篇吼，即、這个含选举有关的报道吼。即咱今仔日先来甲报即个嘉南市。嘉南市即个现任的市长，现任的市长吼，林友昌，伊即任做完了吼，都已经连续两任啊吼。啊，后一任呢，到底民进党会杀上出来呢？啊，国民党又个会派相出来呢？咱知影吼，国党原本我们叫相呢，叫迄个许孝顺啦。嗯，啊不，我、哦、是一个演艺人员啦吼、哎。对对。啊，专门咧演迄一挂搞笑的啦吼。啊，迄当时都有这个风声啊，报讲吼、哦、有可能这个许孝顺吼、哦、会代表国党出来参选。啊，心肝头都底啊，想讲这敢咪是一件搞笑的新闻安尼啦。到尾证明是真正一件搞笑的新闻吼、哦。因为许孝顺即摆已经从他对边啊去啊吼，人另外寡党要阁派新的出嚟啊吼。无啦，许孝顺讲伊歪算啊啦，已经讲伊歪算。对啊，本来他对边啊去啊，讲伊无要算啊啦。啊，当然，从他对边啊去，伊面对记者诶询问的时阵，伊当然爱讲吼，伊迄、那个我唔知啦吼。我是无爱算，是恁爸无爱去算啊，是迄个红塔出嚟上，有人讲。无无啦，他用塔出嚟。伊是先讲伊无爱算啊啦，啊是啊，啊你啊寡党啊，佮另外佮找人啊。国不离三中，啊佮派一个人出来，对啦吼，安尼好啦吼。安尼成功，许孝顺安尼也知，也叫个党部有一个民主啦。因为你是政治人物，你向要选市长，你是要哪去接钱，要哪去管，要哪去治理啦。无啦，上早伊宣布、哦、宣布讲要选的时阵，阮也真用心要落去经营咧。啊，但是无遐简单啦，台湾的政治都毋是安尼哩，对唔对？啊，无做过议员，啊，无做过啥，无出过政治，向阳也毋是一个政治人物，向阮要选。你高雄区的市民，我选何里啊？唔做假咧，对唔对？假人。是不是？尤其一个嘉南市民啦，吼，嘉南市民，我选何你，何你做市长，我中间你也大行都唔捌，你我都服你。尤其这个演艺人员吼，爱有一件代志，爱自己地局啦。你伫演艺界内面吼，真有人缘，但是来到现这个社会，不一定有。无代表选票啦。对啦，对啦，简单讲就是。来这边咱个听看嘛，民进党籍的嘉南市长林友昌都已经要满两年嘛呢。啊，即摆吼，哪家的就对啊啦，各方面的定义啊，到底是有偌济人要来争取吼下一届的嘉南市长呢？民进党立委啦，蔡适应啦吼，
啊，这个硬件、比件得死呀啦！啊，那国民党前立委吼食公牛啊，有可能会个再吼顶来，顶来算。另外就是讲国民党吼，诶立委啦吼，柯新旺吼，嘛即马正积极咧布局呢。包括前国民党基隆市党部的主委吼黄希贤吼，嘛表示参选到底啦。啊，林妙昌啊任满了后呢，伊有意思吼，啊，要搁再吼更加爬较悬呢，计啊爬悬一层楼吼，参选下一届台北市长。啊，这个基隆市未来的接棒的人选呢，啊，这个国选上早落风已经吼，啊，这个刀啊抹来来咧听候啊，就对个提前布局。基隆市的政治版图长期来拢是拿的比立的较大滴，林佑昌的施政表现啊表现了真好，佮再加上中央吼一直吼释出了基隆捷运建设等大力度啦，啊地方拿家立个势力已经渐渐有咧消长就对啊啦，啊这嘛对啊蔡适应塑造了佮较有利的竞选的环境，蔡适应。在这个本届的立法委员的选举，以着104,000+票吼来高票连任啦。伊家的林佑昌吼，伫党内拢属于这个正国会啦吼，啊比正国会哦正国会啦，啊比看作是林佑昌的这个接啊这个接棒的人就对啦，嘛深深受到吼蔡英文总统的器重。啊，那蔡适应呢，争取地方的建设吼，我那真用心啊，真出力。林佑昌真侪道来感谢着蔡适应伫中央吼啊帮忙啊，即、這个基隆市来找钱啊，接棒的传承意味是真重。2022年的县市长的选举，国民党的吼，打算要拼吼台湾头的基隆吼，要来修复失土啦。啊，这个拿赢目前啊，伊曾经做过三届立委的贾国梁，上届积极，正骨力咧走基层，啊嘛吼正啊经济吼地方，啊伊身段正柔软，啊因爸啊伊做老爸了后呢，更加吼关心妇女甲囡仔的公共议题，啊正挖掘民意吼，正打进这个民众的心声啦，啊地方啊政坛的评估吼，贾国梁。专心来争取着市民的支持，但是国民党伫基隆的力量已经渐渐嘛式微啊，搁再加上党中央啦吼，至今呢看袂到吼，有法度人带动拉军士气的大只家母，是毋是有法度吼，人重振着当年的声势吼，犹太啊，即、這个观察啦吼、嗯，啊，伫即个哪里以外，广东的不分区的立委吼。柯新旺毛意思要来参选吼，基隆市长呢，啊伊嘛时常吼来到这个基隆吼，安尼走总来看一寡吼建设就对啊啦，啊争取曝光加声量，前国民党籍的这个黄希贤，伊嘛真肯走社团社区就对啊吼，啊原本有意思要参选的这个无党籍的这个啊艺人许孝顺，即卖已经宣布唔选啦。嗯照这篇文章啊，报起来，国民党我不管啦吼，伊说啥物人，迄因兜的代志，新闻咱也袂去投伊啦吼。民进党应该就是蔡适应无第二个啦。啊，照这篇文章分析安尼写起来吼，因为林佑昌伫家人已经做两年嘛，爱伫家人的实力绝对有诶嘛。啊，你中央要派啥物人，算免经过迄个，就做啥？迄个林佑昌伊小点头者。啊，这篇内底咧写林佑昌本身含蔡适应本身又搁共款拢建国会的咧，啊，刷落去伊搁刷了这个争取有成啊，啥物种种，两个人定定做伙出席活动啊，啥物种种被视为是接班人，所以民进党应该就是蔡适应无唔对啊。民进党这个也较好选。你若加国党落去差人吼，要揪着民进党的票，我困难啦。哦，对啦，即摆国党要揪民众少啦，少啦，要揪民众少啦。对民进党下代讲的时阵，一点啊都无影响了，对。那我个人的感觉啦，吼，不一定，我想是对啦，吼。我是安尼咧想啊，从对国问题对民众的支持者来讲啊，坚定的支持者吼，来讲已经完全无可能去相信这个国问题了。哎，我嘛是安尼想。安尼吼，哦，你也安尼想。不对，哦，安尼姚玲，你安尼想。国问题，佮想要骗民进党的票。所以国民党派人出去，这会影响到国民党。我个人感觉啦，安尼啦吼，所以民众伫这个
大有可为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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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唔对吼。挂问题，即个若要讲家己是叻的话有无吼？迄代表讲互鬼听啊，是安那样啊？啊，咱是听了是爱笑啊啦吼。啊，但讲真正讲伊叻的是倒好伊，对啦，迄就是唔是叻的呀啦。听到伊讲叻的，就倒好伊家两种人嘛，一种无头壳思考的嘛，啊，另外一种就是根本嘛唔是叻的。啊，就唔是叻的啦。对，两种可能。你挂问题，即卖是中国大家都叻死个，都知讲即个人呢，吼对不对吼？看破节目，伊是看破对啊对啊对啊，伊容易已经甲蛋放上啊。好，来感谢0800-0500-6688，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台北市啦，台北市台北县啦，台北县吼，可能的迄啦，台北县哦，台北县可能我那是新北市啦，啊新北市啦，对啦，我讲去派者去工作台北市哦，新北市啦，吼新北市啊，啊，民众要派什么人？嗯，新北哦，嘛是袂使误解嘞，哦对不对？哦吼。我咧甲看是新北是罔操兵尔啦，即个好友谊，即个真正无好拍，咱讲真正哦，真正无好拍。好啦，啊新北市我那换经验嘛是可以啦，啊台北市啦。哎，这两个、啊、这两个都市吼，上台湾上出名的，拢台北市拢有那爱真正有实力个落去啦。我咧惊苏金昌因查囝可能会去选新北市啦。哦，苏金昌，我个人的想法啦，这无迄吼。因查囝就对啦，苏巧慧，苏巧慧，苏巧慧哈。因为伊做过新北市的。当时台北县的县长嘛，吼，苏金昌，迄阵咱都有去过台北的，阿像阿你做咧，吼，伊做县长时，咱都有去过新，迄个台北县安尼吼，安尼啊，伊当然查囝可能来选这块，应该是无问题吧，吼，还有个省委即卖行政院长，吼，安尼啊，之前我要换，落去过啦，行政院长会换啦，啥种种会换啊，几个人会换，你看嘛，苏金昌就出来讲的啊，吼。查囝还未算掉，你我要搞换掉，啊我分你啊我。这个规划重要诶，对不对？哦，所以这有那布局伫咧啦，布局伫咧。只要咱认识个有那爱期待啦，吼，期待啦，吼。苏巧慧有那是一讲够讲话人啦，用心讲啦，吼。这个政治这道饭啊，食着吼，敢那像会一直食落去安尼吼，啊咱边仔人就是看戏看闹热啦。啊！著民进党死搞啦，杀啥物人死搞？民进党本身爱先团结起来，互看嘛。爱先团结，互大家看到啊，然后大家就会团结做伙。唔通干那叫民众团结，是民进党本身你爱互团结，甲互感觉讲。民众啥物人，咱就是支持啥物人就对啦。哦，梦想台北市过去的姚文迪安尼，这是一个违章，唔对的错误啦。有，这是一种教训，民众爱教训吼。对啊，卖了算真的，无得卖。对。好，来感谢0800-0500-6688，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吼。好来，感谢，来聊聊啦，还有啥物要倒来？来，咱接续来去，先做来甲分享吼，屏东的选情。哦，屏东。屏东这道的选情，拄好好含国民党颠倒兵。国民党伫这个基隆市颠倒兵，国民党伫基隆市有可能吼杀两个出来。有可能中两个，咪杀两个啦。屏东煞民进党的吼，有两个至三个要拼出来吼。啊，当然这两个至三个，这拢爱经过初选，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来做规定。啊，初选吼，上哪赢，上出线，上输吼，上得爱认输。目前咱知影吼，有表态要参选屏东县长，曾水荣。即个行，周春美，周春美，张嘉宾，张嘉宾吼。即现任的立委啊，邱春美，即嘛敢那现任的立委就对啦。啊，曾水荣嘛是现任的立委。拢现任的立委。啊，另外佫有一个，即个就比较吼较麻烦啦。到目前为止吼，大家佮猜测伊有可能会出来选，但是伊无表态。苏进清。啊，伊毋是民进党籍个。伊毋是民进党籍个。伊讲退出来。但是大家应该会认为讲，伊摕到的票是摕到民进党的票。当然啦，无可能佮摕到国民党的票啦吼。啊！伊听你讲最近我那有正轻咧走这个啥啊？迄、那个基站就对个啦吼。来讲的是蛮个不会啦，对啦，计歹看的啦。苏进清是有案在身啦，啊，即嘛是交保在话嘛，啊，所以。暂时个唔细心啊，个唔嘿。那个算那就算。不啦，那是人个要，伊不表态，伊不讲啦。啊，你有咧做基站，就是有企图心吗？啊，有可能是。无，咱即嘛也是讲唔蛮个算的啦。这里位吼，为民服务啊。你唔去出来差这啊，服务。哈哈哈！哈哈！不错个。
政治马紧，咱就是慢慢啊等，啊慢慢啊看啦，吼、啊这明年开始的，拢开始差不多选举。所以有人现在插政治哦，开始拢会变白头病安尼哈，拢会安尼，现在变安尼，唔知影咧。啊，迄嘛变。咱旁观者感觉较清楚咧，但是我感觉哪个出来？真正你也有票，啊，就有票好啦，吼！你我亲戚朋友拢伫遐啦，过去的大家支持你的人嘛，无支持你也歹势啦，吼！安尼，啊，尾啊失败是啥？民进党呢？对不对？哦，无紧啦，迄时甲这个看后壁命运的安排就对啦，吼！来，感谢0800-0500-6688，吼！来，咱来进广告，随个倒转来，好来。那即马广告时间来介绍咱的产品咯，咱的产品有许多山，这二十多吨啊，哦，这历史啊，真长啊，就对啦吼，安尼吼，啊，像啊姚林、朱连坤，安尼做这台湾俱乐部，就是头一位，就是这个许多山的对，啊，深深受着咱乡亲许多的这喜爱啊，啊，所以阵来这食个够壮实就对啦吼，啊，免去讲啊，听众朋友。一个健康食品吼，会当食，会当卖到正是大家乡亲是大，还过来一届五罐、十罐的甲人卖吼，真少啊！市面上真少看到这个就对啦。所以这原来就是这个物件对咱身体真正有帮忙，啊有帮忙以外就对啦吼，佫无副作用。你唔是有帮忙有副作用，安尼无好呢？这个病食无好，这个别种病佫形成就对。绝对爱有帮忙，无副作用，爱清气。袂使污染，产品袂使污染了，对。塑化剂啦，农药啦，吼、哦、啊，寡什么什么什么污染的物件，安全安心个食，身体健康，这个许多山无简单的物件，吼、哦，非常感谢啦，吼、哦。啊，除了许多山以外，当然咱个有两个所，还个有金立明，吼、哦，还个咱美发这有集团啦，吼、哦、啊，有三四样产品来互咱购买。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吼、哦，咱加一产品就对啦，两个所，吼、哦。软骨素香气，这是咱信南公司为一味对骨头保养的物件，叫做软骨素了，对吼。要咱提软骨素这个产品内底这内容吼，甲咱介绍啊非常清楚吼。然后如果放伫要咱啊这个节目，诶，这个广告带，尽管咱甲听好详细吼。软骨素金立明的第二代，这是咱信南公司吼啊，将就这个金立明吼，搁甲提升到迄个处方啊，迄、那个质与我关系。在经过两关，而且制作过程中间，靠我同做到安尼，所以咱平平钱要开要吃，咱来吃，互咱迄个爬数较悬的。这经过米巴这集团的研发出来了，对，叫做金立明的第二代吼，过目睭吼，喜乐通，就是咱信山公司吼啊，对这个米巴这集团的对啦吼，伊个接落去了吼，对这个肠仔壁，即个拉萨的杂质就对啦吼，咱透袂离的所在对。以这乳酸菌入去了，就这样食食的了，通咱的排便做放我出来，或者等下清气上，哦，这个是足重要一点的对吼。我合作喜乐通吼，这个我不要喜乐清了对，这是一种这个保养品。血液，咱血咧流的中间就对了，规身骨安尼咧流通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未使有杂质，血内底未使有出问题了对。打过阵啊，血油开始伫咧热，你唔知，你都要检检才会知。啊，都要食西药去降下雄激素。平常时咱人五宝血清伫咧食过程中间就对了，伊开始伫咧开始要特别靠，伊会将中甲化解掉了，对，火力流通会迅速了，对。这是五宝血清最大对血液最大的功劳了，对吼。啊，那有你无不了解，你等拍电话过来吼，保顺健，咱男士朋友需要产品。你问啊有吼，放尿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放尿，拍电话过来，甲咱买保顺健等于服用吼。血红素，这个血红素吼，就是咱这个血不足，简单讲叫做贫血。啊，这贫血吼，听众朋友有真济这个症状，伫这贫血里内底产生的。但是你唔知吼，你当作是感冒啊，当作是咧人咧无爽快，心脏唔知道有问题无？呛个呛，暗时啊，歹困，翻来覆去，安尼，种种个问题，啊，走路惊寒，啊，脚尾、手尾、灵机机了，对，
啊，头银嘛暗不着，这拢是贫血的产生的部分。所以雄起大，那是真正贫血产生这症状，你食血红素都正确的了。在日本、韩国，有一年销售50,000,000只，台湾多干咱咧做尔尔。所以雄起大，这是真好产品哦，食袂着哟，吼，别位食袂着了，对个。咱新南公司靠有血红素你食尔吼，感谢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给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0800-0500-668。好嘞，感谢，这是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吼 ，AM 7点以前，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产品甲就产品拢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吼。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咱拜一到拜六的播时啊，这是3点到5点现场为咱做播送以外。啊，咱伫拜一到拜六个下昼时啊，8点到10点，我那拢现场为咱做播送个节目吼。遐下昼时啊咧，咱宁波个电台大概差不多西半波拢听会到啦吼。啊，听众朋友，下昼时啊8点到10点现场播送节目，有缘有到小弟阿星、小弟姚仁、小弟张良君，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诚恳个服务介绍。啊，若要知影下昼时啊咧，咱8点到10点宁波各电台吼，咱住伫倒位收听倒一台较清楚，咱拢会当电话甲敲来做。一个详细的询问哈，0800-0500-668哈。好嘞，时间的关系，咱准备要连播各电台做工商插播，咱稍等下先来听歌哈。工商服务了，连绵再个倒转来，来感谢。算了。